有看到哈、哦，这样是不是很漂亮？哇，漂亮！课程讲师介绍食材备料，亲自烹调示范，再让学员实作练习，手把手教大家如何煮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。由基隆市总工会开办的这门风味手作料理班劳工在职训练课，报名到5月3号截止。45岁以上的劳工朋友可获得课程全额补助，45岁以下补助80%。我们整个就是要栽培，说我们在基隆的我们的劳工朋友能够学习到第二专长，或不管是用在家里，或者是说以后想在就是创造的第二就是一个事业。那我们就有办了一个手作风味料理班，那我们也邀请了张一才那个林一才老师来做一个整个教导。那针对是我们就是有劳保这个有职灾的哦，这个为对象。那如果45岁以上的是全额免费，那45岁以下的是补助80%哦啊，总共是为止是54小时的课程。为了培养劳工第二专长，基隆市总工会精心规划的在职训练课程陆续报名开课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随时关注基隆市总工会的脸书粉丝团，了解各项最新的课程讯息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